过边界带领大家乘风破浪的姐姐们，让我们欢迎实力唱跳歌手演员李斯丹妮、王菲菲，以及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演员王心凌，欢迎。好，请站到我的右手边。Hello, hello。真的很开心跟三位姐姐在我们网络视听年度盛典的舞台上相聚啊，会和披荆斩棘的哥哥们带来一个非常燃爆的舞台。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舞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这个舞台的歌曲非常的大气，我相信大家看了会感觉很热血，然后会很燃。就是平时可能你看到哥哥姐姐们正常或者是他们最标志性的唱歌的风格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创新，所以这个舞台是值得你们反复看的哦。好，那接下来就请三位姐姐在梦想球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昔日少年如期归来，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组嘉宾呢，他们能